有时候我们会去期待，静心冥想是不是会发生什么事？最终的目的就是不会发生什么事。它其实是一个让你的心绪、心灵、情绪、身体都获得一个平静，也就是它没有发生什么啊，它就是一个平静。这个练习为什么对你的生活有帮助？因为当你很习惯在平静跟沉静的状态的时候，你就有办法比较专注，或者是把自己拉回到 be present。但是你可以先大概听一下理论，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在练习生活跟练习进行冥想的时候，去把它们做一个连接，你就会感觉到了啦。因为它是一个体验，它不是理论，你会感觉比好较神多奇！你的这个人，还有你的脚扎根到回到大地啦，就是对因为对很对，快的时候，你会快到都大家好像要飞走了，没有什么机会好好的 rooted，就是你把所有的一切都慢下来跟平静下来之后，你比较有办法感觉到，哦，我现在 rooted，我的现在，我的当下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然后在干什么？是怎么一回事？才不会一直想着我等一下要做什么？我下一步，我的下一步，我的下一步，我的下一步。那你永远一直在想你的下一步，可是 how about 你的现在，对不对？